我38年的公职生涯，这代级从来不分颜色，只认对错是非。新增的人拢是故意人，拢是实实在在的，拢含好友谊，拢连到底，用正向的力量，含我做伙向前进。侯部长，好像有人说你跟韩国瑜啊是国民党新的两个太阳，对此你怎么看？说过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不分彼此，我们都是侯友谊、后友谊，大概连做伙到顶点。希望咱当拼咱伫咱这个所在好日子，我伫这新北市拼，拼一个新北市的好日子。我相信各地区所有的好朋友，拢拼因个在地创造更好的生活，大家有共同的想法，大家到顶点，到顶来。最近在台上好像这个变得很犀利，炮火越来越猛，大家也觉得说好像变得更流畅，不像以前那么紧张，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一些训练？我是一个大原因啊，你知影我讲话就较含慢，咱就实实在在讲话，咱甲咱台湾的本性，过于鲜明，如实认真，感恩社会的情绪感受到，咱台湾会当团结，卖冲突对立，也不要制造仇恨，这是我想讲的目标嘛。伫台顶，我是用诚恳的话，甲咱的市民来做对比，让因会当听入去，讲啊，好有未来，当是要替做什么代志。